那一五呢是一、e、K 四幺幺零幺五零幺五，0 15, 0 15给大家讲的是什么呢？是再生，是沥青路面的一个再生。那我们来看一下再生的目的和意义。先看再生的机理，这个沥青路面的再生，哇，路面还能再生出来小路面吗？当然不是了。它的再生体现在哪儿呢？路面的再生体现在沥青的再生，就是它材料如果特别好，它能够翻新，对吧？像明星一样，哎，它凉了，凉了，人家又翻红了。 那分红在于什么呀？不是在于它的妆化的好坏，是在于它这个明星本质漂亮不漂亮、好坏演技行不行。所以，我们也是这个沥青路面的再生，不是在于路面啊，它的一些这种非关键的东西，而在于关键的关键的东西是什么沥青的再生。如果沥青能再生好了，那沥青路面自然它也能再生啊。所以，沥青的再生，那沥青再生是什么意思呢？ 沥青再生不就是沥青老化的一个逆过程吗？经常有同学说：“哎呀，哎呀，某某某，哎呀，你看那个明星保养的好好呀，逆生长。”什么叫逆啊？它本来应该越来越老嘛，老化嘛，它逆着生长不就再生了吗？所以我们说，沥青的再生是沥青老化的逆过程。好，那我们再生沥青比旧的沥青有什么指标才说它逆生长了变好了呢？首先，再生沥青比旧沥青的。 符合流动性要有较大的提高，流变性质要改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沥青一老化，它就硬了。你们家买个塑料盆，时间久了还硬呢。当然，塑料盆是高分子的，它跟沥青的性质不一样，但是一样的。这个东西啊，我告诉你，所有的东西老化都是越来越硬。你看，经常说这老太太老胳膊老腿的不行啊，你看那小孩都柔啊，为啥呢？她骨头硬了，骨头第一疏松了，孔隙大了；第二骨头硬了。 所以这个东西都是越放越硬的，那个饼你不吃过两天硬了，为什么？是吧？一个道理，馒头硬了，只要这个东西越放越老，老化一个代表就是硬了。为什么硬？水没了，水没了，那沥青里面又没有水，对，一样，水是某些物质的生命之源，那沥青里面也有它的生命之源呀，比如说沥青里面有一些塑性的一些物质。 比如说那些物质流失了，或者那些物质它性质变了，那这个东西不就硬了，是吧？好吧，这个、大家就了解啊。我们说加入密就告诉你了，路面再生的关键是沥青再生。你看，这是我们对于路面进行改造中的一些再生的图片。好，那大家你看呢？我们怎么让它再生呢？哇，你以为这个真能返老还童吗？当然不是了。我们是把这个旧沥青里面，看这儿，加了一些再生剂。 然后让它再生出来，新沥青。其实这些再生沥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一些新沥青性能好的新沥青啊。所以大家注意，沥青的再生不是说那个旧沥青你通过某些工艺魔法哇你点石成金，不是那个道理。它是需要你加外在条件的。如果都是凭空的，什么都没有的话，那还有世界吗？世界是守恒的，能量是守恒的。旧的要想翻新，一定要付出。 代价的代价就是加了再生剂和新沥青了。那这个工艺呢，在这里面大家看怎么让旧的沥青路面呢变成一个新的，也就再生。大家看，我们首先对于原有的已经老化的变硬的路面进行融化，加温它就会软化，对吧？加温以后，然后呢，我们就软了以后可以呢是爬松机将它爬松，然后呢加入一些再生剂，刚才说的，或者是新沥青，是吧？再生剂、新沥青。 这个呢，因为你必须要加东西，不加东西呢，没有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嘛。然后再重新用摊铺机摊铺、碾压，最后旧路就变成新路了。这个呢，就是它的一个过程的示意，就是实景图片。这个工艺就是沥青再生，沥青再生注意控制什么？一个是温度，因为你要高温下让它融化，然后还有呢是刚才要爬松，爬松的厚度，还有。 参料的一个均匀性，你不加了新沥青吗？均匀。还有，如果遇到的路面上的井，井周围要处理好，因为你的标高可能会变化，对吧？那你这个井不能咯噔咯噔的开车或往下颠，对吧？掉下去也不行，高出来也不行。周围的标高啊，周围的还有呢，不能开裂的处理，因为井周围肯定呢，一般都是这种石灰稳定土硬化的，因为井是一个井盖是硬的嘛。周围和这个沥青粘接的时候，周围应该用石灰或混凝土的水泥给它来一圈儿，井圈似的。 然后呢是压实度，还有周边绿化保护，这个考过吗？一五年考过一次。大家看，将现状沥青路面用加热的一个爬松机爬松时，这个就是再生吗？添加再生剂重新拌合后直接碾压成型的施工工艺叫什么？它有冷再生，肯定不是冷吗？这都写了加热的，你写冷再生你合适吗？那肯定是热再生。有同学写的是这个冷不能写啊，有同学选的是厂拌的一个热再生。 这个能选吗？大家看，他说将线状沥青路面肯定不是在厂里干的，是现场干的，所以现场干就是现场的热再生。这个题应该选 B。现在在考这种题的可能性不大了，因为我们现在不鼓励是现场制作各种，甭管是改造沥青还是再生，咱们现在鼓励的是厂办，对吧？为什么？现场影响环境污染环境啊。所以你看，为什么在旧沥青的改造中，这个沥青再生中特意还写了一个？ 你看周围绿化保护吗？因为你这热乎乎的，你想想周围的花花草草、扫扫人们不都受影响吗？我们前面讲为什么现在温办的市场这么大，因为温办没有那么高的温度，你就别说在现场拌那个温度高了，你铺的时候人也受不了一百多度，那都吸进去了，不都职业病了吗？所以啊，我们说现在这种题可考性就不高了，因为它污染环境了。再生技术经过呢是翻挖。 回收破碎筛分，再添加适量的新剂量、新沥青，重新拌合，这种用于铺在路面上的技术啊，这个就是再生技术。不不，就把刚才那个话再重新的给大家回顾一下吗？好，它经过的这几个过程，你看我给大家写了个加数笔记啊：挖、收、碎、筛、添、新拌。好，把这个再生给大家呢整理一下它的再生机理和再生的施工技术这几个步骤，知道就行。下面呢是再生剂的技术要求。 我们刚才说加一些再生剂或加一些新沥青，那这个再生剂是什么东西做的？这儿写了，它是低粘度的石油系的矿物油。这些矿物油是什么？后面说了一大堆矿物油，这些是什么？这些大家你看，我写了一个是低粘润滑和机重。那这个里面有润滑油、机油和重油，这三个能选的啊，或者你选矿物油也行，便宜。好，技术要求，这个再生剂一零年考了它的技术要求，一二三四五五个技术要求，再生剂也有技术要求，当然了。 你加新沥青，新沥青的要求就跟我们前面铺沥青路面的要求一样，但是再生剂有要求啊，具有软化和渗透能力，具备、啊、适当的粘度，要粘度啊粘别人嘛，因为你沥青得粘上，还有流变。刚才我们说一老了它就硬了，所有东西一老都硬，对不对？硬化了，那我们不让它硬化，让它变软和，这个叫逆过程，就是再生嘛。所以要回到它那种年轻的流变状态。 还有呢，具有呢溶解分散沥青质的能力，沥青质就是我说的地沥青质那黑乎乎的能力。所以呢，这个再生剂要把原来那黑黑乎,乎乎的地沥青质，已经变得硬硬的、都老化的地沥青质，还给它重新焕发青春，要分散地沥青质，变软和了就，就有较高的表面张力啊。还有呢，具有良好的耐热化和耐候性。好，这个大家能不能把它记一下？ 你想想，这沥青它加进去，热外热铺都是高温的。你如果不耐化，你本身这再生剂也完蛋了，那你还干嘛？怎么再生呢？对不对？还有耐候，因为它是四季嘛，你加这东西就用一天不行，至少呢你得用一段时间，所以耐了厚。好，所以这五个要求就是软、肾粘度好、流变，对吧？然后是溶散、高张、耐热厚，这个呢是加分秘剂。 大家呢多读两遍就好记了，因为这种东西对你来说可能比较陌生。除了考试，平时可能除非你是这个旧史在实验室的，或者是平时做这些配比的，否则可能用处不是特别大。这个再生剂的一些要求，但是人家考你，你看这个题：沥青混凝土路面再生内容中对于再生剂的技术要求，这是一个典型的多选题的形式，就有良好的流变。就刚才说有，对不对？是粘度好，还得流变性，就有适当的粘度，这个也有，对不对？ 然后具有良好的塑性，有没有题没有？塑性是抗开裂的性能，是沥青的性能，不是再生剂的性能。具有溶解分散、地流性质的能力，这个对。还有呢，是具有较高的表面张力，这个对。所以这个里面应该选的是 A B D E，它没有选呢是热后，对吧？就这个底下的耐热化和耐候性这两个没写，这俩要写了也能选。所以这个题选 A B D E 的。 百沥青的再生这块呢，给大家看到的再生剂的做了一些总结。这个的关键语就是再生剂是什么，矿物油，还有再生剂的五个要求。选择题，再生材料的生产与它的一个应用。首先，再生材料知道了，再生剂也知道了，它们怎么用多少，这个要跟什么有关呢？你看，再生剂的用量和它的一些选择要考虑以前这个旧沥青的特点，旧沥青的粘度，还有呢是再生沥青的粘度。 再生剂的粘度这些因素，啊，用什么样的再生剂，用多少再生剂，都考虑的是粘度。而这个粘度，考虑旧的沥青、新的沥青和再生剂本身的粘度来定。再生沥青的混合料中，我们说旧料要改造旧料嘛，把原来的旧料给改成好的，呃，翻新让它翻红，让它翻新翻红。那大家想想，这个旧料搁多少呢？因为你现在有新的填进去了，你旧料呢就得少用一些，你不可能白买都是旧料，对吧、啊？搁多少，那得看你这个路的要求。 如果直接用于路面的，因为它除了用于路面，还可以用于路面下面的基层，对不对？用于路面面层的，那好吧，那我们交通量又比较大，那你这个肯定新东西多一点呀，要不要求高嘛。旧料的含量呢低一点，取三四十，三十到四十。如果交通量不算太大呢，那我们就取一个高值，取五十到八十，那这个可高了，都在一半以上了啊，就旧料占一半以上。所以啊，大家又注意一点，加湿面积，再生剂用量的选择，靠的是三个年度。 确定这三个年度分别是旧、新和再生机，然后量的选择选择多少呢？如果你这个车辆比较大，那又是做面层直接接触车的，那我们选三四十；如果我们这个交通量比较小，是五八三四五八，记住这几个。好，生产的工艺是再生沥青混合料，再生的嘛，它的一个生产工艺有热拌也有冷拌，两种都行。刚才我们提到。 路半、厂半其实都有，是吧？当然，现在路半，甭管是干嘛，路半现在都不太合适呢。另外，再生沥青混料最佳沥青用量用多少。对吧、啊？这里面再生沥青混料有个最佳沥青用量，用什么实验确定呢？记住了，马歇尔实验。我告诉你啊，只要涉及到沥青的，就有一个人特别有名，叫马歇尔。所有的沥青的相关实验都是他做的，对吧、啊？他都是他做的。他就是有一个实验，在他这个已经生病了都。 这个已经生命快到终结的时候，那个实验还没有得到结论。等他都去世了，这个实验还在执行。到最后，这个他的学生把这个实验最后完成的实验结论。所以，就是这样的一个科学家，一生毕生贡献给这样的一个科研事业的。所以，我就想说，干什么事儿要重视，要坚持下去。你只有坚持下去了，你才能够获得你想要的东西。大家考个试，刚看到道路就已经烦得要命了。那桥梁，你知道有多少东西？ 那轨道交通地下，对吧？垃圾填埋，垃圾填埋考的少，还有管道，还有呢水池子，你都不看了。你既然决定了有目标了，就要为之付出和努力的。啊，事儿没有好做的，只有做的好，做的坏。好，那大家看马歇尔实验啊，我们为了纪念他，所有的沥青实验很多都叫马歇尔实验，所以考试让你选，你就选这个。你看底下这个也是再生沥青的一个混合料的性能实验的指标，你看空隙率。 矿料间的一个间隙率、饱和度又来了，马歇尔稳定度还有流值，对吧？还有再生沥青的一个混合料的检测项目，有车辙实验、动稳定度，还有残留马歇尔稳定度又来了马，马歇尔这三个都离不开马歇尔。还有呢是冻融劈裂抗拉强度比，能不能把这个记下来啊？我觉得上面这两个你记不住就记个马歇尔就完了，但是底下这个还是能记下来的啊，就底下这个上面这个三，我给了大家一个加分秘籍，你看叫实验。 空旷跑马流，空，你看空旷跑马流，对吧？这个是做实验的名字，空旷跑马,马流。这个底下这两个呢是检测的项目，项目呢其实两稳度，两稳定度，一个呢是强度，所以呢我这也写了检测两稳一强比，呃一个两个稳定度一个强度比。这个是什么呢？这两个稳定度一个叫做是动车，你看。 车辙实验动稳定就是动的车辙，应该车动对吧？我写了个动车，你就这样好记嘛？还有个马，马是没写动稳定度，就马稳，动车马稳。还有一个是动容的，动容的劈裂抗拉强度是劈拉比，劈裂抗拉强度比。好，这个能不能记下来？我给了两个照片，就为让你好记得。你一想，哦，那个实验指标的名字叫空旷宝马流，空旷宝马流。 哎，然后那个项目呢，有一个叫稳定度，两个稳定度，还有一个是强度比，两个稳定度，一个是动的，一个呢是这个马歇尔的，对吧？还有一个是动容的啊，想一想？好，给大家呢整理一下这块儿，这块儿呢再生就是选择题吧，大家把这个选择题会了就行了，选择题为主的一种考试类型。这个呢是一五，是沥青路面材料的再生应用。我们一四和一五主要讲材料。 一四呢讲的是沥青混料，一五讲的是再生的这个东西，这两节主要是选择题为主，这两节去比一四更重要一些。